豌豆射手加火炬树桩都能消灭哪些僵尸呢？挑战正式开始，挑战普通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旗帜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路障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铁桶僵尸。获胜的是铁桶僵尸，挑战铁门僵尸。获胜的是铁门僵尸，挑战撑杆僵尸。获胜的是撑杆僵尸，挑战毒爆僵尸。获胜的是毒爆僵尸，挑战塑料盆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电鱼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气球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小鬼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香肠小鬼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传送门僵尸。获胜的是传送门僵尸，挑战射线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胖墩僵尸。获胜的是胖墩僵尸，挑战乌龟骑手僵尸。获胜的是乌龟骑手僵尸，挑战红大爷。获胜的是红大爷，挑战蓝大爷。
获胜的是蓝大爷，挑战忍者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史莱姆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玻璃门僵尸。获胜的是玻璃门僵尸，挑战超星星僵尸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压制者机器人。获胜的是豌豆组合，挑战悬浮机器人。获胜的是悬浮机器人，挑战周刊僵尸。获胜的是周刊僵尸，挑战大篷车僵尸。获胜的是大篷车僵尸，挑战黑暗骑士僵尸。获胜的是黑暗骑士僵尸，挑战巨人僵尸。获胜的是巨人僵尸，挑战橄榄球巨人。获胜的是橄榄球巨人，挑战堡垒机器人。获胜的是堡垒机器人。